俺要得中法。安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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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俺是好朋友。一只大金条，两只小香蕉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。发发，我家家太哦。耶，阿爸，你在做什么？哦，爱的个林发，你看，也个是哦，爱种的秋发、兰发，还有哦，嘿嘿，爱最好的玫瑰发，你看，这个发苞已经长出来了。爸爸，你都注意叶发哦。错的啊，叶发是黑阿婆发，黑对叶个阿婆诶，阿婆诶，阿婆就开始种到叶海哦。韩国啊，阿婆就很做玫瑰，故说一盆玫瑰发是黑非常非常特别的发哦。爱滴嘞。玫瑰阿婆的阿婆花，从阿婆的阿婆的阿婆开始种，非常非常特别的花。哇，有要给你！注意啊！阿爸，是你了。哎呦，谢姑哎，注意点哎，一玫瑰花的花苞，这个多么简单，这样生出来哦。那个要发包落地了，阿爸是不是都不盼得咯？爱迪啦，我会注意啦。咕咕咕，是个最厉害的英雄，是不是出现了嘞？玫瑰花，连水，蓝花，连水，菊花黏水，不过我的花叶冬虫发特色的啊，发特色的加少你加到了天数。最勇敢的加少你一定不完成这个任务。玫瑰花撒拉开花，念书念书念书，射拉开吧！牛不爱牛，懒烦懒烦懒烦，射拉胎，懒烦懒烦懒烦，射拉开吧！你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哦，我后退一点。啊！注意哦。塞姑哎，对不起。哦，小心点，这是我阿爸最喜欢的阿婆花，万一掉了花苞，我爸爸可是会很难过的。我知道了。那我丢飞盘，你要接好哦。好。包掉了，阿爸好难过哎。花苞，啦啦啦，小谷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我在想，花苞掉了，把它捏回去不就好啦？好啊，就这么办吧。来吧，那我们快点来捏吧。把它捏在这个位置哦。谢雕哎，你看，当然，这样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多
粘几种花比较好看呢。嗯，等一下我就把花送给阿爸，阿爸一定会很高兴。嗯。咕咕咕，世界最厉害的英雄 Super Chicken 了嘞！玫瑰花，甜水，蓝花，甜水，菊花，甜水。嗯，不过我的发言当中发得少诶，啊，发得少诶，加少你夹到了天书。咦？最勇敢的加少你一定会完成夹个任务。嗯，我的发。不是谁，我老公发快发。中发中发中发，放心啦，等下我就搬发开发发发，我老唔做下。马克思奇按太上啊，等等，黑蛮一浪啊，发中都按哟，阿给发阿给发，阿爸人家把花苞粘好了，谁顾诶，阿给阿婆发，阿给阿婆发，黑讲阿婆还在看到一个发会有几双是咩五点哦？这菜哦，哎，阿爸，阿爸，怎么办？阿爸不理我了，我该怎么办？玫瑰花，你快快长出新的花苞吧！谁顾诶，阿婆，我不是故意把花苞打落的，我是不小心的。谁顾诶，乖，阿婆滴啦。阿婆，你快让花苞长出来，只要你能让花苞长出来，我以后都会帮花浇水、拔草，还有抓毛毛虫。谁顾诶，乖，阿婆要办法生出来。不过你答应阿婆的话会做到哦。我会啦，我会啦，请问阿爸猫见，请问阿爸猫见，我会啦，只要你让花苞长出来，阿爸猫见。阿爸梦见，阿爸梦见，我梦见阿婆嘞，阿婆答应啊，要让花苞长出来，花开了，阿婆真的没骗我，阿婆真的让玫瑰花开了，阿婆，安子仙。我以后都会记得帮花浇水、拔草，还有抓毛毛虫。养个水库的吼。那是谁？阿婆。几同爱讲？哎，请问也是玫瑰阿婆的福卡吗？好，我是玫瑰阿婆的孙的水库的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水库的啊！让爸爸有彩嘛。爸爸出去耶！哦，唔怕唔怕，你老爱听书，老要发搞本呀，爸爸好嘛？好啊，玫瑰花是阿婆亲中意嘅花。系啊，玫瑰阿婆亲中意玫瑰花哦。
哎，四姑哎，阿婆用搞五下发脸盆、下字脸孙的意思吗？啊，下发脸盆、下字脸孙，是哪个意思啊？啊，四姑，你看哈，也是发，也是盆呢。你看爱发，冇爱盆呢哦。所以讲，哎，下来冇下孙呢哦。哇，原来下发脸盆、下字脸孙。是爱花要连盆子一起爱惜，疼儿子也会疼孙子的意思哦。错啊，玫瑰阿婆懂像你爸爸，妈都像你黑嘛。错啊，阿婆好疼我，小时候都是阿婆喂我吃饭，抱着我睡觉。等我有一天当阿公以后，谁管妹妹下法脸盆下字脸孙，疼我的孩子，还疼我的孙子。哈哈哈，四姑哎，等等，做阿公好懂，要懂要啊！听听啊，做乜嘅？要见住个憨狗女呢？乜嘅？见住个？你讲讲讲，憨狗女呢？